哈哈哈，迷你世界是我的了。虚空夜影，你还敢来？你忘记被卡卡支配的恐惧了吗？哼，该死的卡卡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，现在的迷你就是一盘散沙。不仅美食村解散了，很多老玩家都退游了，你们拿什么来对抗我？哈哈哈哈哈哈。哼，虽然迷你玩家越来越少了，但只要我们还在玩迷你，就不会让你得逞。是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把你们迷你给毁了。哎，这是哪里？我去，周围的花草怎么都变成紫色的了？这不是迷你世界吗？哈哈哈，这是我更新的虚空之夜世界，在这个里每四天一次的特殊夜晚，虚空能力充盈着整个世界，物之所及，万物变异，你就在里面好好享受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虚空之夜？等等，我头上怎么还戴了一个南瓜？它竟然还能变换表情，不过好像没别的用处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肚子饿了，看看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吃的。炸金色传说！我去，真的假的？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！蒸玉米、鲜肉炒饭、蒸番茄、豪华海陆水果盖饭、豪华蔬菜海鲜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哎，等等，有杀气！我去，这是什么野怪？长得像野人，但又不完全像，身上还拿着两把武器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不好，光顾着帅了，好像是冲我们来的。既然有虚空生物，那肯定有虚空武器，在背包里找找看。我去，小伙伴们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，钛金战锤加能量剑，这个世界竟然能同时拿两把武器，左手用来防御，右手用来攻击，这一刀一棍，而且还能炫晕生物，这不是无敌的吗？滚！那个像个蛋一样的这是什么生物？我去看看。我去，这不就是爆爆蛋吗？哎，等等，我怎么不能动了？我去，这个蛋不仅能吸住别人，还能破坏方块，造成虚空门。我现在有无敌神器，根本不怕你们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哥。好吧，双拳还是难敌四手，36计走为上计。哎，前面有个生物，好像是团子，看看用泡泡汤能不能驯服。成功了！哇塞，团子的技能还能吐出虚空传送门，这太厉害了！哈哈，这个世界真好玩，还玩什么迷你呀？我要永远住在这里！可恶，敢偷袭我！看我虚空传送！小野人，拜拜喽！